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大有为。今天大盘呢回补了4月15号的缺口，在回补之前你在担心，你在害怕，回补的时候，那现在回补了，很多股票涨停了，你又信心满满的，所以在大涨的过程呢，你应该是享受获利，而不是在大涨的过程还在找寻股票。那接下来还有很多股票会涨，有些股票它涨完了你就该换股了，我们不能说放弃了。以股市的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循环，那公司持续在运营，公司持续在什么，在创新，在出货，它跟股价的关系并不大。重点是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些人要去买，为什么在没有业绩的情况之下提前去买，为什么在低档的时候他要去扫货，你应该想着这个问题。很多股票连续的赚钱或连续的亏损，或有赚有赔，这几十年来股价真的是跟着业绩走的吗？你等到真的爆发以后你才去买，讲了半天也不相信啊，也不听啊，就像集贸一样啊。今天我忙的啊，我就每个都说有集贸啊，在赖里面说啊，这在赖群里面，我集贸怎么办呢？我集贸怎么办呢？我在买的时候，我在问你要不要买的时候，你说没有啊，我再看看，我再观察。现在都有了啊，买的时候，在过程的时候问你有没有，我再看看，我再观察啊，我看你准不准啊。现在跌下来了，每个人都有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在低档的时候跟我做，如果你在起涨的时候跟我做，你现在是少赚，你不至于赔钱吧。而且水冷散热讲那么久了，一波接着一波了，我实在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了。今天开盘马上就出现状况了，今天开盘什么状况？开盘大涨，震荡下跌，破开盘价，对不对？今天有大量，盘中一开盘就有大量，那怎么办？先跑再说啊，先跑再说啊。我说那你不是，我昨天讲过了，你要占我便宜无所谓，这张股票不只是我的家族成员买，不只是你买，市场都有人买，有人赚，对不对？我很恭喜他们，大家一起来嘛。但是真正要什么，真正出现该获利了结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上？该买的时候不买啊，该卖的时候不卖。你说我又不是你的会员，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没告诉你呢？其实很多啊，很多我的家族成员啊，有时候啊，有些部分的人也不是说不谅解了啊，不是说不谅解，就是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讲那么清楚啊？我在节目上讲的不清楚吗？我讲的不清楚吗？后发先至有没有到3月18号？来，我们看是不是3月18号。我跟你讲前十五名，你做炸行情最后的买点，现在后来是不是法人帮我们抬轿？我说加入前十五名，难道我只有给你十五个名额吗？我希望你们都来赚钱啊，我希望你们越赚越多啊，我希望你们来体验赚钱的快感，我希望这大部分的投资人啊都只是赚一点点就很安心，就怎么样，就感觉满足了。我说股市不是这样子啊，股市这种行情是难得一见的啊，你要用3年的时间去累积你一生的财富，就是靠这一次。你今天有缘在股市里面，你今天还有钱在股市里面，你今天有缘看到我的节目，这是你的幸运呢，是我们有缘呢。甚至你要在这一年之内要赚满你一生的财富啊！你什么时候看过行情这样子？你认为接下来行情还会继续往上涨？涨多少？涨到5万点吗？我们不能去预测说接下来5万点、6万点、10万点。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什么？这一段时间我们能赚的，我们尽量收在口袋了嘛。当然不是点兵点将，每个都乱点啊。
我都讲过了，我们要先什么？先要注意到这档股票它有没有这个实力，有没有这个实力？不是说看现形啊，不是看形态，是要看有没有人去买哎。有很多股票怎么？很多股票散户在退，法人在退，结果股价不跌，就开始在陆续的什么震荡出，在吃货的时候，你不去注意它，你不去看，你去看盘中几个涨停板。你看涨停板吧，你就继续看吧。涨停板我不说不好啊，有些涨停板是怎么样？是投机股啊，你要小心啊。我的涨停板是什么？是实际的，起涨有作价，拉抬有跳空，压回直接再喷出的，这叫实在的获利啊，不是每天在蹭涨停板的、啊。一样开盘，我说买就开始涨，我说卖就开始跌，我说买就开始涨，是不是？我中间过程没跟你讲吗？我起涨有没有跟你讲？啊，涨了40%，我说你不信邪你就继续空。哎，又问我说要不要卖啊？我有没有告诉你？我节目上讲的够白了吧？啊，那接下来呢？一路飙，一路飙，一路飙。直接飙，这是不是筹码集中吗？这不是筹码集中吗？4月15号，我说有些人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拼啊。我说很不是说像有些人啊，有些人他的资金怎么样，就是重压而已啊。我不说散户啊，我说什么？我说特定在做价人啊，他就是要做这一波啊，他倾尽的全力就是要做这一波啊。这一波做完以后，下一档在哪里呢？他不会考虑啊，这波做完以后啊，再考虑下一波嘛，是不是？不是乱枪打鸟啊。最飙的时候在4月底，法人抬轿，继续涨。到5月6号，你会发现五月开始的时候都是锁码的，到5月7号开始有换手了。5月7号我还没有说他出货哦，对不对？我还没说他出货哦，是不是？啊，盘中怎么没跟你讲啊？4月18号的时候，我翻倍了，从那50%的时候，我跟你说不要卖，到翻倍的时候，我一直告诉你不要卖，重新锁域就好了。我说什么？筹码集中之后，集贸完的就是人性了。我昨天说什么？很多这个加入成员说，你老师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讲那么明白，你讲那么明白我们怎么赚？你讲那么明白筹码都乱了。因为我是希望大家怎么，大家把钱赚到，大家把现在的目前的困境度过。因为我有时候不太了解啊，股票操作其实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说很难的一个事情了，是我的工作嘛。对我来说的话，赚钱只是说多赚少赚而已，就是这档股票还会继续赚，不会赚我们换掉就好了，最起码我们赚个3根停板、5根停板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找下一档股票就好了。有资金我们再同时再进行，怎么会有这段时间有人在赔钱呢？怎么会有这段时间还在赔钱呢？所以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投资朋友啊。所以我在节目上讲得很清楚啊，法人作价的，我没有说讲到说谁在做，对不对？我也没讲要怎么做，我也告诉你要注意，我也告诉你不要卖，你还听不懂吗？但我上节目的时候电话还在响啊，我赖回不完呢、欸，我赖回不完呢、啊，电话还在响哎、欸，想什么？要不要卖？我能说什么？我像其他人一样先卖一半吗？我要买就全买，我要卖就全卖。集贸中间一个过程之中，然后你要上车，你只要听我的指令，我说没有问题，你要上，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价位，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其他你也没听我的，你的风险本来就一直在增加的嘛，涨了一倍，涨了两倍以后，你还想买，你看到新闻还要买，我就说你会被新闻害死啊。那昨天还在讲这个什么，讲这个旗红，讲双红，你看这个我都不太想讲了。旗红现在多少？在讲嘛，每天讲，每天发消息啊。每天发消息，每天发消息，然后这个什么？啊，第一季逆势增，
四月营收同期创新高，为什么它没涨？为什么它没涨？为什么你大伟说不买，它就不会涨？为什么你大伟说不要再看这种新闻了？你要买就买在低点，你要买在低点，你要买在起涨点。其实我都赚完了啊，一月我都赚完了，赚完了以后你再开始发消息，行情有变吗？双红，双红过年前就跟你讲了，都翻倍了，快翻倍了。你现在还要想要去买，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告诉你说，你现在看到的消息，那你看到的股票，你想要买的时候，都是人家赚完的时候啊。包括奇用也，包括集贸也是一样啊，都是人家赚完的时候，然后在新闻在报，怕出不了货、啊，我就不讲不讲啊，就当作我没讲，哦，当我没讲，哦，当我没讲，所以我们现在。现在的问题是啊，接下来你的操作的策略，你要突破一个困境，就怎么做都不对。市场上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题材哦，很多股票轮流在涨，你总是抓不到，你抓到又抱不住，抱得住又不跟我讲，你追高也不跟我讲，那我说你加我赖要干嘛？你加我赖要干嘛？我想请问大家，你加回来干嘛？你加回来不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讲最低的，我们最低的一个就是保本安心嘛。至少我跟你讲的股票，至少我跟你讲的趋势，能够让你安心嘛。那如果你有买，如果给你的股票你有买，你就等我通知就好了嘛。你不要一开始就说我没买，我看看，你现在全部都有了。所以接下来很重要一点。那接下来下一支这些资金呢，翻倍的资金，本来100万变300万，我所有加入成员100万变300万的时候，那下一支的股票要进场，你要小心哦，你没有跟上的话，你会错失很大的机会哦。这些资金已经翻了怎么样，就你常常听到人家在节目上讲说这个讲说讲以前他们做股票的一些什么一些奇闻异事啊，你现在真的碰到了，你资产真的翻倍了，你真的翻倍了，不是100万300万呢，是1000万到3000万呢。那接下来这些钱再投入股市的时候该怎么操作了？你不用我带好啊，可以啊，我不是说我带你一定怎么样一定比你强，你要如果你觉得自己啊、哦、已经膨胀了啊、哦、我现在有钱了我会做了，那你我恭喜你啊。但是呢接下来我在通知的时候，我在分批通知的时候啊，我们在操作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一天子全部靠进去嘛。那你怎么分批？买哪些股？哪些股票它是属于技术性反弹的？哪些股票是已经压低扫货了，已经筹码集中的？你看得出来吗？要不要我通知你？要不要提前告诉你？要你就扫赖，你先把赖先扫起来啊。我不会在临时啊，你打了电话进来说啊，已经买了，那这个股票我之前没跟上哎，能不能？我这次不会再告诉你任何的消息了，这个股票直接上去就上去了。你是已经有什么有回应的，你信任我的有回应的，我就带你赚一大票，我带你这赚一大票。我今天做到这些股票，算成功吗？做到什么？我们做到这个集贸，算不算成功？成功嘛，对不对？我的成功是什么？所有信任我的人的成功啊！我的成功就是所有信任我的人，就是你的成功。大伟选对股票，大伟带你赚到波段，就是你的成功，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想太多，过去就过去了。现在有没有感觉过去的过去了？你不要再想了。如果你想翻身，啊，如果接下来啊，接下来很多人什么，很多卖错股票的啊，没买到的啊，接下来没有抱牢的，你经历过这段时间，经历过这段时间之后，你有没有定下心来，完全交给我？你有没有定下心来？有定下心来的话，我跟你讲，接下来的行情呢、啊？
接下来行情很大。那这档股票呢，这档股票我们这资金啊不断的在扩大，我团队的资金不断的在扩大的时候，要进场的时候啊，哦，要进场的时候，我可以挪出一些名额让你来做，因为毕竟这是低档的股票，毕竟这是起涨的股票，短线上面价格落差一点不算什么，啊，价格落差一点不是说我一定要等拉高再告诉你啊，所以我们一定是什么啊，加入成员先进场嘛，加入成员先进场的时候，那接下来你去买，我想不，你不用担心那么多，我敢给你，我敢让你来赚，绝对不会差你的。这张股票啊，520之前啊，520之前没有布好局，我跟你讲啊，520之后啊，它会大暴走，它会大暴走啊。现在在这个阶段呢，啊，现在在这个阶段呢，等我们进场的时候啊，下礼拜进场的时候会不会直接喷出去啊？机会很大，什么叫阳谋啊？它的压低进化的时候，压低进货的时候是让你看到的，你看得见哦，但是你不敢买哦，这张股票你不敢买了，为什么？消息还没曝光嘛，你还没有看到新闻嘛？我刚跟你讲什么？你看到新闻的时候是什么？都见高点，你没有看到新闻的时候，都还在继续涨，都还继续涨啊！起红双红不是吗？我连续讲了几天了。你偏要先信新闻不信我，你信你的业绩既然会涨的话，你去买，买完之后又跌三天，大盘今天还在涨啊，你说大盘在跌在整理的时候，它哎我们先忍一下，结果大盘今天涨它没涨啊，就涨到哪里？涨到航运去了，它不是业绩大成长吗？报上每天写啊，你有想过都每天写是什么意思啊？每天写又不涨是什么意思啊？我每天告诉你的时候，我每天告诉你要买的时候，每天告诉你不要卖掉，不要去空的时候，它都每天涨哎。那这次我所有的资金都要来，你要不要跟嘛？我先让你体验什么叫做，我先让你体验什么叫做资金行情啊？什么叫单笔资金拉抬的行情啊？我这边不能讲太多啊，你看我怎么抄这张股票，你看我怎么抄这张股票，来，先把这只先扫码了，你先扫码加入群组。那我再强调一次啊，你加入群组以后，你又没有发任何的讯息让我知道你加入，然后你的目的也不明确，你加入就是在潜水，然后呢，我就啊问我哪一只股票好，然后你跟你讲了以后，你又不去买。所以你要再看看啊，你资金怎么样，资金很紧，那我可以帮你啊，我可以帮你调整啊，哪怕你买五张十张都挤得出来啊，因为买一张看看你要看什么呢，你买一张干脆不要买嘛。好了，现在呢每个人都讲说哦，我十张二十张啊，啊怎么没有通知我出啊，重新来，所有的过去的这些经验，这些怀疑的经验重新来，来，这只股票先带回去，这只股票先带回去。我跟你讲，你现在所有扫码的人，加入群组的人，所有人，我在这边跟你讲，所有人都赚得到。在节目中扫码，给你五秒钟，一样给你五秒钟，来，扫码，加入我的群组，五、四、三、二、一。进广告。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两万点新时代，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
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Ladies and gentlemen， 频道一百 A 不到5秒钟，但是一出门我就看到阿妈要去拜拜，阿伯要去买菜，超跑油门我也只能轻轻的踩。学校附近五音啊郎，医院周边五老寡郎，人车拥挤处五探假郎，五号这行啊靠五单处来郎，整条路拢赶郎。特定区域小心，减速随停，让爱随行。其实很多啊，不管是这个外资啊，还是这个内资啊，还是一些什么主力啊，这操盘它一定有它的目的。他如果对这个股票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讲说信心的话，他连买都不会去买。可是，一旦有动作的时候啊，一旦有动作的时候都看得出来的，像大盘一样，大盘现在啊，4月20号，我是不是说地庄？我是不是说震荡上扬？我说什么？一切都像预先设计好的，先杀，杀出什么？杀出符合。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成交量有没有变？没有变嘛，就震荡上涨啊。你过一个关卡，结果呢？4月15号的缺口，我是不是说关前整理？那我告诉你接下来怎么走，关后狂飙嘛。我是说接下来的这个21000、20883、21000，它就是支撑啊。它为什么震荡上涨？逐步去解决这个缺口。然后呢，又不报消息。那我告诉你，今天消息来了啊，都要来台湾了，都已经啊，辉达已经是全市场的、全球的 IC 设计龙头，还要来台湾呢、你知道后面的利润有多大啊？那接下来呢，台积电把所有的这个资产呢、陆续在布局在世界各国。那接下来呢，2032年，美国的制造，就台积电在美国制造算美国的、对不对？要冲28%，接下来中国的生产比只剩2%。好，那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你认为就这样过了吗？那这段时间它会怎么去运作呢？让遍地开花呢？那遍地开花的前提是有没有利润呢？没有利润的事情，商人是不会做的嘛。这不到十年啊，8年的时间啊，8年要把什么？把中国的制造 IC 制造给打趴下的时候，要花多少力量？你知道吗？那是花，为什么要花这个力量？因为接下来谁掌控了 AI， 谁掌控 AI， 谁就是老大，谁是老大，话罪也跟当，价格就随便他调。所以现在陆续在投入的，你看到很多公司没有业绩的，他很多怎么样？很多是在持续投入。他很多必须要折旧，他投入之后折旧，所以你就看到业绩怎么样，并不是很明显。但为什么股价会喷出去？为什么现在没有赚钱还赔钱，还在支出的时候，他股价会喷出去？因为拿到关键技术，拿到关键订单了嘛。可是在同时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大量做支出嘛。所以拿这个去看，拿着看股票就是有点那个。好，就像我不是说我不做航运了、问题航运是什么？航运是属于技术性反弹的，还是产业需求大增？你要先弄清楚啊。它过了，它根本就不用过就翻倍了嘛。对，有利润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它到底是哪一个，是技术性反弹还是产业需求大增？它翻倍条件在哪里？不多了，它只要过前波的小压力，这周线小压力啊，它就30%了，有利润，不是说没有利润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万海也是一样啊，它翻倍很简单啊。小小涨一段呢、根本不用过前波压力啊，它就可以翻倍了。对，股价它股票已经告诉你它有机会赚钱了，但是如果说你认为这个股票我们现在的资金要像集贸一样要去翻倍，翻一倍不够还要翻2倍，那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到是接下来是电子产业的需求比较高还是航运，
航运能不能再重返巅峰，还是 IC 设计接下来遍地开花？而当这个趋势你定下来以后，那你的重心就会放在哪里，对不对？你一定放在会翻倍的嘛。那这些呢，短线上它有什么？它有一些 ETF 去买哦，一些投信法人去买，为什么？因为股息啊，还有一些什么啊，低基息比较低啊，它能不能持续涨到两倍？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嘛，就是你跟我的目的嘛。你跟我的目的就是，我们同样在买一档股票，你没赚到，我赚到了。我们在选择起标股的时候，选择对了，你赚三成。对，我没有说黄运不会赚钱，你三成你肯定有赚得到，接下来你三成一定赚得到，但我可以赚三倍，你要选择哪一个？啊，来，你不要选了，你先来看，但是你不买就不要再讲了，你不要事后我卖掉的时候你还说你有，你要买就买，我说带你到底，来，这支股票，我们先来赚这支股票，集贸出完以后，我们先来拼这张股票，来，我们一起来赚，我让你数钱数到手抽筋了。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